啊，那边是单身俱乐部啊。已经计划好了。有这种事是为年轻人而考虑吧。是谁说啦？姐姐说了。姐姐说了，弟弟嘞？哇，转过来，转到这边了，转过来。哎，嫂子，哎，来了，又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要拿东西来。没有，那么客气。每次来的。弟弟还行吗？哎呦，一个月没见他了。上次我来好像是有一个月了。有一个月了哦，你去桂林的去个月了。有一个多月，哦、差不多一个多月了。上次是二十几号，胖了一点了。看到长了肉了，应该有十斤了吧？我感觉应该有了，十斤和差不多了。哎呀，宝宝，哎呦，刚吃饱了，当然舒服了。哈哈哈哈哈。一起来录音，走走，那你把垫子拿去兜里哟。收拾起来，跟姑姑，跟姑姑聊一下天吗？很喜欢有人抱着。对。嗯。哎呦。聊一下天，姑姑美女，跟我聊一下天。带我去看一下你们上面的那个风华。走，那里很乱哦。没事，去看一下。正在装修，很乱的。去看试试啊，走。好的，那你走吧。小门，后门，应该是后门的。上去。那个是临时的。上次我来的话，这个地板还是没有弄的。这个哇，昨天才用的，这个楼梯装好。哇，这个好看，这个柜子，这是鞋柜。哦，这个，这个上面也装鞋的吗？可以换了，这个好看哎，这个颜色。这边，哦，这你们的房间啊、哦，嗯，这是我们两个人。嗯，来过一段时间再去再买个电脑桌就行了。哇，这个可以啊、嗯！哎，这个颜色好看，这个柜子，这个是你们定做的吗？是啊。多少钱啊？这个？这个借了几个，买了几个柜子，那也借了一个，差不多两万。两万啊，就是这个，我就说这种带着小孩也没感觉。上面是放被子的，对，每个柜子都不一样。可以，这个我就觉得这个选择比较好看，然后这个可以放点那个装饰品，也放点那个宝宝的那个照片啊什么的。那种花花草草啊，对，真的好看。放点上面这里哦，放点可以放点那个，就是小一点的那个装饰品。然后这个呢，就可以放一朵那个，就是这么长的一朵那个花。然后呢，这边呢就可以放点那个照片。然后这个也可以放照片，好看这个。以后有时间让你帮我设计一下。对，推拉门了。这个好看吗？好看，这个也好看。进来就是，这个卫生要做起来做很久哦。那你们这个要准备铺那个什么瓷砖还是地板？木地板。木地板，我也觉得木地板好。就像我们家哦，也全部一色的。这个可以放鞋，还放其他的东西。
上面来着，这上面放被子，还有个厕所挺好的。哎呀，我房间了，我那什么，我爸问我要不要搞那个厕所，然后我说不要，现在你改不了，那厕所就方便一点。那他的床怎么办？亲爱的，这边是放床头在这边的吧？对。这个你要看看，再想想就是搞这样的，可以啦，这个很完美啦。哇，梁哥。啊。给你个建议啊。可以可以。可以搞个那个卡拉 OK。在哪里搞啊？这里，我觉得这地方很好。这边、如果搞。考卡拉 OK 的，你不是这边要搞个厨房啊什么吗？厨房 那边是单身俱乐部啊。已经计划好了。有这种事是为年轻人而考虑吧。我觉得真的可以哦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，喝喝茶呀、啊，打牌呀、啊，欣赏我们这边的风景呐、啊。是啊，全部都是风景啦，你看，把这外架拆了，这个风景就是一幅画一样的。你已经计划好了？是啊。计划就建议你一下。嗯。搞个卡拉 OK， 到时候来你们家 K 歌，虽然我唱的不好听。这边的风景很好看，我觉得这个喝茶呀什么真的挺好的，喝下午茶呀什么的，这里想。热闹的话就看你们来就有热闹，真的啊、哦！我经常跑你们家，人多才热闹嘛。是啊，那边搞个厨房，然后做点夜宵啊什么的。不是，厨房应该就是这个地方。收收银台呀、啊，夜宵啊。那还要不要服务员？要，大量招工，到时候。收银台。哈哈哈哈哈。那你要不要搞点卫生？到时候我来你们家啊。可以可以。什么事情都有。这里就好这一点，我们怎么唱也不会烦我们。啊、哦，真的。他不在那离你离远点，你看像在这里吹风，你看电风扇你都不用了。真的，我就说来你们家很凉快啊。对呀、啊。在我们家，我都免去我好多电费啊！你以为？但是冬天的时候会有点冷啊。冬天冷了，那你到时候我会这边还要装那个玻璃吧？那是以后再说了。现在是资金。哦，先把那个下面房间弄好一二楼搞好先。这里要是搞够住先，不用搞了没？哦，对，如果这个搞那个烧烤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哦，就不要搞了，因为我觉得。他们家好多房间哦。房间啊？就是这一层两个房间，三个。这个下面有三个，最下面呢有两个，一共你们家一共有七个房间哦。对，够了，都够的了，够住了。其实一层就是两三个房间了。我也要订一个房，我现在可以，那边有一个小的，我就小的，我不要大的。咦，以后要是你们来了几个了，就那个这不太小了吗？没有，我一个人住。我先预定先。到时候的带大大小小的一起来都够住嘛，这么宽。